好，我们继续讲啊。来，先合掌。班长，继续上一节所讲的。我搁那个白板，哦，在这里。就是说，修行能够产生快乐，怎么会有快乐呢？那除了你到现在为止修念经、念咒、念佛，糊里糊涂，它自然产生快乐，这个不说。现在要讲。作意令乐、哦、然后还有有知有觉的乐，为什么会有？为什么你学佛会快乐？第一个，有信就有乐，因为信所以快乐。譬如说你听了一个法，你信不信？信了，那就快乐嘛。你不信怎么会快乐？不会快乐，对不对？譬如说我讲阿弥陀经，那你相信有阿弥陀佛净土，那你会很快乐，对不对？那我讲般若经，你相信般若真如本性，那你就很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信，所以快乐啊、哦，因为信佛的道理，信佛那讲的那部经，所以快乐叫信乐啊、哦，叫信乐。那比如说，胡适博士知道吧？啊、哦，他读了很多经嘛，对不对？他读了佛经以后，他快乐不快乐？我相信他是不快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信嘛，所以怎么可能快乐？不可能快乐。那比如说，我读这个基督教的圣经，快乐不快乐？也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信嘛，因为我就不相信说，说这个处女可以生孩子嘛，对。那我不相信说一个人在几千年死掉，那他是为了救我，这个我不相信嘛。对，那一个佛法也不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自作自受嘛，对，你自己造业，自己受苦报嘛，所以没有人能够为救你，你自己自救。那没有人能够害你，你自己自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佛的道理，这个很理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除非你迷信，迷信说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死掉了，那他是为了我而死，这八杠打不着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除非你迷信这样的，好。所以我不信，所以我看了我不快乐嘛，对。那么，好，那比如说，那我看那个道教的东西，我看了快乐不快乐？我也不快乐，因为我不信嘛，对。好，所以信了就才会快乐，叫信乐。然后信了以后，进一步你如果解也会快乐，解了又更进一步的快乐，解乐。为什么？你读《金刚经》，然后很快乐，因为你信。然后进一步你看了解释或是听阿舍里讲，或是你听经啊，然后你了解里面的道理，那就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解乐，就更进一步的快乐。然后解了以后，你照着去修行，那修行的时候会产生快乐，就是行乐。所以这一步一步来的啦。那这快乐的这个程度就越来越大啊。然后修行了以后。比如说你有证到了什么道理的时候，那更快乐了，证乐，啊、哦，那就证乐。然后证乐，然后或者是你悟到了什么道理了，从那悟经里面道理啊，不是你自己乱悟啊，悟到经里面的道理了，好，那就悟乐。那悟乐以后，所以悟了以后，悟这种证悟就是大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所谓大乐金刚，还不是这个哦。另外还有更乐的，什么是更乐的？你知道吗？比证悟还要乐，还有比这更乐的吗？有，我们刚刚念过的经就已经告诉你有比这更乐的了。我们拜千佛之前念这个有没有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入不思议解脱。他为什么要念解脱？我就不晓得，我都念解脱了啊，
解脱才 make sense 嘛，什么解脱，奇怪 ，weird， 解脱境界普贤恒眼品，好，什么快乐啊？入的快乐，证悟的下面一个阶层，更高的阶层就是入，证悟的时候，这样的，哇，太好了，我在想到这种解释的方法，拿一个那个小磬给我，拿那个磬给我。好，看这里哈，看这里哈，这个是代表法好了哈，信是比较远的，你看到了信啊，然后解呢，所以信了又有快乐，信乐，解呢，譬如说解就更进一步了，那这个要敲一下，有声音听到了。所以信就是远远的，解呢听到声音，就这个接触又比较近一点了，的解的快乐。行呢，那解呢是别人敲给你听，行的话你自己敲，比如说参加客众班，对不对？然后自行，那种快乐又不一样了，因为信解都是别人在做啊。行是自己在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信解都是，听师父、听阿舍离，或是听大德讲经，然后你信解，行了以后自己去做，自己去敲，那就更close contact， 怎么样？更紧密的接触了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快乐，然后正呢？正呢，那就是等于是差不多合在一起叫正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更加的紧密的接触，但是这个接触啊，都是外面的、外围的、外在的，所以信解行正都是外在的。入是什么？进去了，进去，这个叫入。所以你看，叫入不思议解脱，这个是不思议解脱，入。你不思议解脱，你信解行证都是外在的，入进去了，这个快乐是不是更大？好，然后还有比入，所以就这个入就是入法界啊，入法界，入法界或是入法性，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华严经啊，就是最终就是要引你入法界，这最大的目的、最高的目标，入法界。那法界就是因为悟了法性，所以入了法界啊。所以入法界的这个快乐又更大。但还有比那个入法界还要大的吗？有，比入还要大的，那就是住。因为你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可入就可出嘛。所以但是入了就不出来了，那不出了就住在里面了，就定了，决定在那里面，那就住在法性里面，住在法界中，那这种有更大最大最大快乐。所以刚刚讲说正法乐住有没有，就正法乐住，就住在那个法乐之中，那就是最大的快乐了啊。所以那修法修行为什么能快乐？因为有信就能快乐，这是最基础的快乐。因为有解就能快乐，是解乐。其次，因为信解而开始真正的修行，那么这行乐啊。然后行了以后，你可以证到一些道理，就证乐。然后乃至于悟了一些道理，也是悟乐。然后接着就是入乐，啊。入，拿起来写比较好。
这就是入乐，然后住乐，这样的，所以一步一步的，最后就是住在法性之中，那就不动了，这样的。所以你可以，我们那天不是修护摩，护摩是不动明王的，不动明王就是住，住就是不动，那个不动明王的不动，也就是这一个字，住什么？住于本尊三昧。好，所以这个法讲起来都是通的啊。普贤恒愿品这个入，就是讲的是最高的这种修行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讲说为什么修行能够得快乐？这种快乐是什么快乐啊？这种快乐是普罗的快乐，普罗修行的快乐是职业性的，专业的修行啊。这个专业不一定要出家啦，但出家不一定专业，专业不一定出家，这样的话，但是不出家就很难专业，就这样了，不出家修行就当副业这样的，打工一样了，这个而且能够打到半工就不错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一个星期24小时，20小时算是全工了，是不是啊？20小时半工，20小时是 part time 嘛，对不对啊？半工，已经很不错了，能够打一天休息一天也就已经也不错了啊。好，所以你要真正得到全部的快乐，那只能专业的修行。专业修行不一定要出家，但出家不一定专业，可是不出家多半不能专业，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副业啊，好，或是兼业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刚刚讲说修行快乐的原因是这些，现在我们讲修行为什么不快乐，为什么你到处看了修行的人都不快乐，愁眉苦脸呢啊？那他真正体会到了苦圣地吗？才不是呢，他就是因为学的不好嘛，修的不通嘛，所以就很苦嘛，对，就好像打篮球，想学打篮球又打不好，这不很苦吗？对不对？想学弹钢琴又弹不好，这样的，那不很苦吗？好苦啊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分析一下，为什么修行又不会快乐？第一个，不得法。修行你如果不得法的话，也就是说你方法错误了，就不得法，不得法那就不会快乐。可是得法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第一个你要有善知识，第二个你自己也有善根，对，有善知识又有善根，有善根知识是你的福，有善根是你的智慧，所以福跟智要合在一起。可是你若不亲近善知识，你能够得法很难，你都多半是盲修瞎练，对，那盲修瞎练能够修出什么很难啊，所以不得法就不会快乐啊，就变成怪兽型的啦，对不对啊？第二个不如法，不如法是什么？不得法跟不如法不一样，不如法是比如说有人教但是又不如法，比如说我教你这样做你又不这样做，我教你的时候是如法，但是你做的时候又不如法，这是可以，这是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如法也不会快乐，这样子啊。那以不如法来讲，譬如说一个密咒，那应该有阿舍利传，那你没有阿舍利传，你自己就拿起一个国音注音本，然后就念起来了，或者拿一个那个拼音的那个 A B C D， 然后就念起来了，然后你就持那个咒，这就不如法。你那样子，你那样修那个咒，你会不会快乐？很难呐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再怎么修，我想你不晓得有没有经验，有没有经验呢？你又修的会心怪淡淡嘛，心里不安呐，你们在丢啊不丢嘞？所以你不如法，没有传承，那么盲修瞎练啊，那么就会不会快乐。所以不如法而修法会不快乐。还有呢，不如法而修法，譬如说。
修行应该有一个次第，还有一些条件，比如说你要先持戒，才能够修定，乃至于你要先皈依才能诵经啊。你没有皈依的人诵经，那你是安什么心在诵经？你根本不是佛弟子，你诵什么经？你根本没有资格诵佛的经嘛，因为你不是佛弟子嘛，所以你还没有那个诚意要真正要成为佛弟子，而你诵佛经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道法，这样的吗？所以有一些这个读所谓的知识分子啊，读书人啊，他也没有皈依，然后他读了一大堆经，来自于就买一套大藏经自己在家里看，也没有皈依，那就不如法，会不会快乐？我告诉你哦，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，因为他就不如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叫 K 刚来啊，那没有照那个游戏规则啊，就每一个游戏都有一个规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学佛也当作一种游戏来看吧，它也是有游戏规则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照那游戏规则来玩才会好玩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玩篮球，你一定要用脚踢，那这不会好玩，这不会好玩的嘛。那你一个人这样玩，别人都不想跟你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那除非你自己玩，自己拿了那个球，然后上篮这样子。可是有的时候用手上一上，有的时候用脚踢踢这样子，那都不会好玩。那我相信不会好玩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如法？如法就是按照游戏规则就叫如法。所以先皈依，然后再受戒，然后再修行，这个是正轨的如法的啊。那如果不肯这样子，第一个就是没有诚意，第二个就是傲慢，这样的。你不想成为佛弟子，也不想要持佛戒，那不持佛戒而修佛法，那就还是外道，这样的吗？你不管你修的再好，不管你的经读再多，都会打坐，你还是个外道啊。要不然就是凡夫啊，绝对不会变成佛道啊。所以不如法不会真正的快乐啊，那也不会有佛菩萨的加持了啊。那为什么不如法？因为不亲近善知识。所以不亲近善知识呢，乃至于说不亲近三宝，乃至于不亲近道场。那么不亲近三宝呢，那现在的人太多了，现在尤其是上网都可以学佛了，所以我永远也没有不相信说这个网路学佛，这个学到哪一路去了不晓得，学了变土八路这样的，这不可能。我跟你讲，你亲近善知识都不见得学得好啊，更何况你要在网上学佛，我觉得门儿都没有。第一个你诚意就不够，你懂吗？所以我说，你们都知道了，这个打法上不能打电话问的啦，对不对？我想你没挂缸嘛，你要熊就爱挂一个缸啊，而且你想问法的时候要怎么样啊？你要长跪合掌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是三请啊，佛经里面不是这样子吗？那法是宝贵的，所以这不是尊重，不是说尊重师父或什么，你是尊重法，你懂吗？尊重法，为什么尊重法？因为法就代表如来法身，然后尊重如来法身，也尊重你自己将来要成的法身，所以以尊重法故，你将来能够成法身。你不尊重法，你就不会成法身。你不成法身，你学法干什么？你就不用学了嘛。所以甚至于你不尊重法身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学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不尊重？那相反，跟尊重相反就是轻慢。轻心慢心，这样学佛啊不会有用。在这个越学是越心越轻，越学是心越慢。所以那轻慢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慢是烦恼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六大根本烦恼之一嘛。所以你越学你是越傲慢，就是越来越烦恼啊。所以怎么会快乐？不会快乐的啦啊。所以那样的学佛的人呢，只是一天到晚想要秀，只是一天到晚想要压服别人，只是一天到晚想要让人家知道他有修行，让人家知道他懂多少啊。那
那这样的修行，这样的学佛，不是学佛了，哎，那那个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慢心而学，那没有用，哎，所以不会快乐，越学就越傲慢，然后那碰到人就想要说教，碰到人就想要教训人，然后碰到人就引经据典的要教训别人，这种人就是慢心所使，这种修行没有用处，不会得到益处，自己也不绝对不会得到快乐的啦，那你看看我好了，我也没有有事没事碰到你就把你抓住，赶快跟你讲一些佛法，怕你学不到，你们讲没有用嘛，他说可是 我抓住你，那你就说哎呦你说啊，我要去放晒啊，对吧，而且我流金进啊，所以那但是这个傲慢的人就不管你啊，你不管你心里面想什么，他你碰到他你就倒霉，他就是要跟你讲佛法就对了，这个不一定说看你是在家出家，有的在家人哦，那我碰到他我只好听他的，我讲个没完这样的，好，那么所以回忆一下哈，第一个学法修行啊，不快乐的原因，第一个是不得法，第二个是不如法，不如法，第三个是不尽善之事，不尽善之事啊，或是不亲近三宝啊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学佛都是，那真的是在家的在家啦，就在家里，在家里干嘛？在家里把电脑打开，这样子就是学佛了，那或者是有的人就喜欢亲近在家人主持的道场，而不喜欢亲近这个出家众主持的道场。现在这个风气是很奇怪啊！第四个呢，就是不专心，不专心学，不专心修，也不会有快乐。所以不专心修，怎么叫不专心呢？半心半意的，要学不学，要修不修，这样子就是不专心，这样子不可能快乐的啦！那么第五个呢，不热心。以不快乐的心来学佛，那这个也不会快乐。那我顺便讲一下，有人说啊，他好苦修啊。我告诉你哦，我从来也没有体会过什么叫苦修。我不主张苦修，我主张乐修。就乐修，为什么乐修？因为我因为觉得快乐，所以我修。所以我因为乐修啊，所以我越修就越快乐这样子。那苦修。苦修没什么好处，就好像苦读一样，这跟我读书也是一样，我读了蛮读了一些书啦，好几书架的书啊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苦读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是乐读，我读书都很快乐啊，这样子。那如果说要我苦读，那我读不来，我宁愿不读，这样的吗？所以要我苦修，我也修不来，我要乐修，我修起来很快乐，那我就会多修。所以，那个儒家所讲的《论语》所讲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，对不对？所以知之者，知道的人不如喜欢的人，喜欢的人不如乐于做这件事的人。就像以插花来讲，你知道会插花，但是不如喜欢插花的。那喜欢插花的不如说以插花为乐的。插一盆哦，给伊看看安尼，按巴肚来笑出来，欢喜几落工安尼，即款嘞，那个那样子就很快乐。可是我懂得那个知识很多，知道怎么插花，又知道怎么持纺流什么流，那都是知道，然后怎么插，可是插完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快乐，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知道的不如喜欢的，喜欢的不如爱乐的。那爱乐的，我告诉你，爱乐即使他不是 pro 的也没有关系，
它不是 Pro， 它的花它也会很有生命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 Pro 的很有姿势，然后插出来都是硬邦邦的，因为里面就看得出来它那一朵花很不快乐嘛，对不对？它那一朵花这个在那边垂头丧气的，对，所以那所以这都是通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说读书苦读的话，那我大概就不会想读了。哎，那修行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也劝你们，你要找出你喜欢的，这样的性之所近，然后要去把握那快乐，不要说苦修。哎，当然啦，叫你乐修你都不太肯了，更何况是苦修呢？嗯，好，接着呢，不乐心，然后第六个就不信，无信心，无信心也不会快乐啊、哦。应该是第七个了吧？哈、哦，第六个哈、哦，第七个。无解力，没有信心不会快乐，没有解的能力也不会快乐。你比如说你看一部经，你不了解它意思，你能够得到快乐，但是那快乐有限的、啊，所以最近就有一个人就问他儿子说，哎，我怎么每次诵经就打瞌睡呢？那就是没有竭力，没有竭力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快乐。念到后来很熟啊，但是比如跟他那棒球瓶啊，你啊，对不？放那个念佛机，念佛机一直在念，那你就变成个机械动作。好像有在念，其实没念，是吗？谁在念啊？嘴巴跟眼睛在念啊，心没有在念啊。那心为什么能够念？心因为解，所以能念。所以你要诵经能够有一次都有快乐，那你一定要解，才能够不断的有快乐。你都不了解那个意思，光是念，念到后来就变成在放唱片，那没有什么快乐啊。但那个会啦，会有一些这个福德啊，修福可以啦，但是不会增长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从那个第六意识判断出来的。第六意识虽然不好，但是好的也是用第六意识在修的，啊，所以要了解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第七个是无解力，第八个呢是不实行。不实行呢，就是没有真的去做所谓的光修不光说不练的啦。光是嘴巴讲而不去做，这就不实行了。没有实行的话，比如说，知道说念佛很好，可是他又没有努力的去念佛。那当今就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他拼命的提倡这个念佛，可是他自己，我看没有念过多少佛。但是我不怎么提倡念佛，但是我每一尊佛都念一百万遍了、啊，啊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念一百万遍，观世音菩萨念一百万遍，地藏菩萨念一百万遍，啊、哦，药师佛念一百万遍，我都知道那个这念的那种过程、那种快乐，然后种种那种受用，我都知道、啊。所以你若要我开示念佛法门，那我可以讲得很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信，我了解，而且我做了，这样的话。而且我做得很用力、很用心，全心全力以赴，整个都沉浸在里面，跟这个念圣号的这个法门结为一体。所以要这样子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产生。所以这个就是信解行，然后就进去了，入了，入在了里面，而且住在了里面。所以那就是。这个不只是说我在那个闭关的时候，以前闭关的时候修，我后来也是一样修，我现在也是在修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持咒也是基本单位是一百万遍，你知道吧？
所以顺便跟你讲一下，我你做参考啊。所以叫你念一个地藏经，三百万遍、四百遍念，几落趟天念不完，哎，看海有影，哎，那念个圣号，念个几十万遍，就两个腿被歪起来呢，啊，哎，太差了，哎，好，所以就是要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啊，然后真的信解，然后去做，这样才会有快乐。那你不实行，光说不做，不会有快乐的。乃至于六祖坛经里面的道理，你也要去做啊，金刚经的道理也要去做，才会有快乐。那做了，那一定就是很大的快乐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真的就是断烦恼的一个最好的手段，智慧。对，好，所以再回头讲，这个是讲说修行为什么不快乐，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快乐。那刚刚讲过说为什么会快乐，就是因为有信解行证悟入这些。住，然后才会有快乐，那他的快乐程度是越来越大啊。那么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快乐是指什么东西啊？快乐是一种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叫乐受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乐受是在哪里产生啊？乐受是在心里面产生，对不对？那心跟外因缘。心的因跟外的因缘，然后结合起来，因缘成法，然后就产生乐受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就必须要了解那个心。所以我们研究这一部《大乘白法明门论》，这个白法明门就是唯识啊，唯识就是唯研究心事，研究我们的这个心的、啊，这个心怎么样作用，怎么样 working， 怎么样 function 啊，怎么样 operate 啊。怎么样运作，都在这部经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当然，这不是全部了，还有更深的啊，更深的，大概明年后年吧会出了啊。那这一部经你了解以后，然后再看那个因明入证理论，然后明年铁定会出《楞严经义贯》，那个厚度是。快3000页，比我那楞伽经义贯的2倍啊！那你一定要懂得唯识学，要懂得禅，要懂得唯识学，还要懂得的因明的逻辑呀。然后三者合在一起，你看楞严经才看得懂。所以我现在正在教，教了就是把它弄得更漂亮，然后让你们哦一看就更能懂。因为我本来就是很比较。简略的那种文句这样讲，后来我讲这个白法明门，我才发现说不能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你们看的又是一愣一愣这样的，所以要写清楚一点，所以主词啊、动词、受词啊，都把它弄清楚，都把它写出来这样子。比如说，因而心事开明，那因而心事开明，谁的心事开明，我就加一些因而行者的心事开明，要写出来。阿伯利的狂也这一下啊，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做这个动作，这样的。现在正在这个 improve 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这样子，这是修行的一个，我看这个应该是秘诀的秘诀了吧？对不对？这个是法外别传呐啊，你看经也看不到的啦，那所以，服务台的今天没有浪费你们的时间吧？啊，所以我本来想说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讲，但是我想，这样每个家庭报，虚不受补，先报哦，黑起多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，这样好不好？啊，没办法，真的是。身体有修个虚吼，不应该假胸爆，甚至于不应该假爆啊，对不吼？所以慢慢来，慢慢来爆。好，那服务台先请了。好，阿爸，我们先回向好了。
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